进来了再开枪，不许扔手榴弹，只能用点手，别伤了车上的王亮和乡亲们，听见没有？是。 一个小时，八嘎！耽误了军情，军法处置。嘿，不能再等了，准备战斗。 兄弟们，快跑吧！别！这个时候不能抽搐，子弹无眼，先趴下！快点！一点！ 快快
站住！只要是敢过来，我就炸了军火去。我们一起死，本想留个活口，你非要自己找死，谁敢走？ 我帮你拉，不拉我帮你拉。我说吴队长，你跟个小鬼子废什么话呀？你说鬼子把你吓成那样了，你废话，你这火啊！这是军火，车炸了怎么办啊？没炸。你那斧子哪来的啊？ 不都交了吗？交了，我再找找。哎，没了，队长，真没了，没有找到。不可能啊！他们一定还在那里。 下锅，我招人闹坏了。队长，那个上次二中队那个枪拿走了，这个我要了。显得吗？你拿得动吗？就你那小身板。拿得动。哎，老徐，快点开啊！趁鬼子还没形成合围，赶紧冲出正定路。老吴，队长和老程咋不走？就怕连累老乡啊，走一个楼底遭殃。那也不能留在那儿啊，太危险了。 没事了，一切都在计划中。计划中？城外军火转运站的两车军火是明天运送吗？今天军火科打来电话备案，前线吃紧。高恒司令官命令他们今天提前送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报告？对不起，我觉得反正也是城外的事，和我们关系不大，所以不出戏跟我们没关系，但只要出了事，就是我们的责任。 他们几点出发的？9点。そうですね。谋量他们就是要劫军火车。